大家好，今天来吃不一样。哎呦，终于买到了！我老婆终于买到了青木瓜。哦，原来要11:30。而且她超强的，她今天买青木瓜，然后呢，因为我们都会加小卷进去嘛。这小卷有多新鲜呢？新鲜到她在洗小卷的时候呢，你会吓到我，掉出了一条，那是香鱼，是小的啦。然后。可是中卷，我们不是要去清它内脏吗？好像这东西怎么摸起来就是怪怪的，有点刺刺。有鳍，因为我摸它的鳍，然后就一拉出来就大叫，一条鱼，中卷的，然后一条鱼，而且那个鱼是很完整的，对，非常的完整，代表这中卷有多新鲜，从捞起来之后急速冷，就是直接急速冷冻。它连消化都还没消化掉它，它就已经送到我们家了。哇！哦，它真的是太新鲜了。对，吃下新鲜的中卷。它那香鱼占了它身体的一半。它真的把它吃进去，完整。我现在在吃这个中卷，我都觉得有一只鱼在刚刚才在它肚子里。那他们吃东西都是用吞的，消化。它不像我们是用咬，他们是吞进去之后消化。哦。嗯。长知识。然后，爱买的羊肉串最近又涨价。你就大只一点嘛。我觉得跟以前一样哎。就现在什么都会涨啊，毕竟经济不景气。嗯，真的，说不定连厂他们厂商也在涨，其实有可能。嗯，火锅为什么没有涨？因为我佛心啊，等我撑不住的时候，我就要开始大涨了。差不多明天吧，明天改一下菜单。因为我们的肉真的是一直涨超凶，我们已经涨到那个肉基本上。还有那个美国牛哎、欸，我那个肉涨到基本上是送你吃哎、欸，好诡异哦，真的是不敢涨。对啊，然后不涨又不行。再一个，这个时局，我说这个疫情真的就很可怕。疫情造成了很多民，就是大家生活越来越严重，然后加上现在战争这件事情，嗯，我要看新闻说，嗯，那个一个是粮食的问题啦，欧洲他们那个粮食接下来会有很大的问题，因为好像俄国是小麦的主要供应商，嗯，所以在小麦来讲的话，欧洲国家很多人都会粮食。会缺短缺很多、哦，可能会有百万人真的是饿着肚子，在全世界，因为打仗嘛，不可能打仗的时候还要出口粮食什么的、啊，所有经济跟贸易都会停止。他们自己俄国的那个都在抢那个民生物资啦、啊，嗯，欸、你看不是那个不是疫情在抢，而是因为他们战争。他们现在才不管疫情、欸、他们战争，因为呢各国都去抵制他们，所以很多东西啊，嗯、其实都比没有要进他们进去到俄国，进去出来都是问题了。现在，嗯，我觉得真的是为什么不要战争？战争真的是影响的不是只是当下而已，后续接下来有很多东西的状态都会，就是为了个政权，就一定要让，就是百姓受苦。百姓受苦，我觉得真的是倒霉的，都是百姓。真的，很发达是俄国的，他们也现在没有出 Vodka 出来，还好我觉得好事都买了 Vodka 是美国的。嗯，去巴嘎就去俄国就一定要喝个巴嘎，伏特加对不对？看那个电影都是这样子。嗯，高
而且那边很冷。然后你知道，我有去过那个，就是，但是我是在那个阿姆斯特丹，嗯，然后还有吃，它有那个冰霸哦，冰霸哦，在里面是霸放音乐的，外面已经很冷哦，外面是还要去个冰窖里面哦，差不多五六度吧，外面五六度，我觉得很冷，然后我们下去。它全部都是冰的地方，然后它下去的时候，它会给我们外套，嗯，然后下去更冷，零下，全部东西都是冰块，然后我们下杯也是冰块吗？嗯，对，不会融，酒倒上去也不会融，不会，超酷。然后进到里面，当然就是一定要喝八嘎，哦，下去整个。比较暖一点，然后出来哦，出来觉得是暖和的，因为里面太冷，太冷，所以嗯，很特别的。那边不能卖啤酒，为什么？因为 Vodka 是烈酒，所以说你那个在那边知道那酒是不会结冰的，对不对？那啤酒的话就结冰啦。还是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在里面只有喝那个八嘎。还是啤酒，他们要放在那种就是保暖箱里面，拿出来之后它马上会变很冰。但是欧洲国家就是因为他们是那个荷兰嘛，我其实比较少看到他们喝啤酒，其实通常都是就是调酒啊，或是热红酒在街上。冷的地方好像比较都是喝，通常都是热红酒。你在那个街上。就是市集的话，他们其实就是一桶一桶的，就是热红酒，就边走边喝这样子。哦，嗯，我很想去德国。你想喝啤酒？德国，哎，欸，你知道我以前在看到德国啤酒节，然后的什么啤酒？因为德国爱喝啤酒，嗯，然后呢，以前看过一部电影，就是在讲德国啤酒节要去征服什么，征服什么，那个酒杯有多大只就有多大只，还有叫做酒靴。那个玻璃瓶哦，做成像靴子一样这样喝，就很想去尝试看看。喝啤酒。年轻的时候爱喝，就是一直有梦想的想要去。当香槟喝是不是？当香槟喝的话应该很贵，是不是？就是便宜好不好？香槟很贵耶。香槟贵啊，所以我们说，啊，啤酒都是蛮有气的嘛，我们就把它当香槟喝。然后哦，我去英国的时候其实有点可惜，因为我去英国游学一个月的时候，我要回来的时候刚好我要走的当天是他们的那，不知道当天还是隔天是他们的那个丰年，就是展览，就像有些像嘉年华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嘉年华，然后嘉年华也是就是就像一个没去过的人来讲，在街上。他们也是都是有酒喝的，就你跟着那，但是我没有去，不然我觉得一定是很棒，而且是一个非常棒的回忆。我觉得是，但是我那天就要飞了，我无法。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好，我们等疫情好的时候呢，我带你去，带你去英国吧。好，你带我去，反过来你带我去，好不好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你女儿找你 ，OK。